瞧瞧看一看了啊，鲸鱼肉啊，都没见过。嗯，鲸鱼都很少见，别说肉了。大省口肉对，大省口肉哈，看像驴肉啊，纯东北的，拿嘴吹。十三个签子穿两回，基本上穿。行，我们那是来回倒着吃呗。这现在签子属于奢侈品。肉色也好，羊腿肉，纯羊腿肉。这就是鲸鱼肉啊，大家看一看，瞧瞧看一看了啊，鲸鱼肉啊，都没见过。嗯，鲸鱼都很少见，别说肉了。大省口肉。对，大省口肉啊，肉是看像驴肉啊，因为得吃那个哺乳动物。嗯，看像驴肉是吧？驴肉啥色？就这颜色差不多，像鹿肉啥？嗯，鹿肉这颜色呗。狍子肉。这就是羊肉啊，羊肉串儿。驴肉就不值钱。老刘全神器，我说这做饭真好吃的，那调料可全了。这咋样啊？这基本用不上。说一个，咋整？来整整起来，整啊那个整，整整啊，快板啊，对啊。头可多了，不会。千言万语我要讲，讲一讲圣诞。那不行，那个大过节的不好。那过两天唱。讲那个讲，讲那个讲，讲那个讲那个讲那个讲。哎呀，这鲸鱼肉一会儿得尝尝。羊的羊的了啊，羊的了。这属于这个挪威东北烤串啊。你搁整个那个纸壳子，咔咔咔塞着。对对对。管得怎么整？这风向，还是冲那边风向。冲这边啊？你看我烟往那边管。你看，你搁那边吹，搁那边。啊啊。纯东北的，拿嘴吹。羊串儿，咕噜那哥们的羊串儿嘞！哟，多了，这是羊肉、鲸鱼肉、猪排。都等着吃呢，这里边静静的坐着等着，嘎嘎的香，嘎嘎的香。外面稍微有点焦啊。嗯。我今儿我跟小杨喝酒去了。对吧？这个是那个，那是正经的烤老外肉呢，这个。接着烤了，接着烤，就是有点麻烦。这是猪的，猪排。猪排。这是鲸鱼，这是羊肉串儿，现在已经没货了。哎呀，完了，我都得掉粉儿，你瞅那脑型，头都没了。哎呀，这肉膀子不是挠到后背，他搁这没拍，没拍呢。这娘的，何天你来，咱俩就自然共享共享粉丝，然后互相或者给你观众啥。你们可千万不能退呀、啊！退完小杨找我来了。这个是传说中的鲸鱼肉。和牛肉差不多，嗯，真和牛肉差不多啊。嗯，就吃不出来是鱼肉。瘦肉人天天有，我天天吃瘦肉。对，天天。而且味道还挺好。没什么锅味儿。但是还是有鱼味儿啊。有吗？鲜儿有，真有那股鱼味儿。鲜儿，真有那股鱼味儿。嗯，现在又来了一盘鲸鱼肉，来个热乎的尝尝。鲸鱼肉。嗯，吃的就跟牛肉似的，跟牛肉似的啊。哎，你们这拿吃的裹上，搁烤箱烤，歇一会儿也可以。怎么吃？炒着吃。嗯。炒着吃好吃吗？就跟烤牛肉似的。嗯，没有这么炒。这个一般地方吃不到。嗯，那很多国家都反对这事儿。啊，反对吃鲸鱼肉。不让补。这段掐了吧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了啊！我们也吃好了，也喝好了，我们明天即将出发下一个目的地了。好了，也跟大家再见。